第一款美龄粥，把除了山药的食材放在一起煮半个小时，再把熟山药碾碎放入锅里搅匀出锅，嫩肤又养胃，太适合早餐吃了。第二款南瓜粥，熟南瓜压成泥，再加牛奶和糯米粉，真的是韩餐馆里南瓜粥的味道。第三款山药百合粥，只需要把所有的食材放入锅里煮半个小时，经常喝皮肤更细腻。第四款芋头红豆粥，红豆加冰糖先煮一个小时，再加芋头煮40分钟，绵软甜糯，还补气养血。第五款苹果汤，把所有食材放在一起煮15分钟，特别适合大餐后解腻刮油。第六款桂花燕窝，燕盏提前泡3个小时，再隔水炖20分钟，低脂又养颜。拜拜。